毛糙，这就睡的时间多，那个久了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。对，大豆背哈，大豆背，大豆背被誉为大豆里面的以观其大豆背啊，大豆背里面的珠穆朗玛峰。我的天，相当于就是他这个人发明的，咱们直播间们，这个李冠奇啊，李冠奇，这是个正版授权的，哎，这个不是所有的大豆杯都叫李冠奇啊，注册品牌，你们看 R 标哈 ，R 标是，因为很多市面，其实大豆杯很透明了，很多市面上的大豆杯啊，它都不叫李冠奇，就各种名字都有。什么价格？这个李冠奇720，720，嗯，批发价呀。对，今天你直接把它砍下来，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你们不用说什么100多，什么200多，不可能的这个东西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如果100多200多，别人那里有100多的是那种三级。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如果别人那里有，啊，你们可以去买，去买别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不能给你们保障这个东西，我不敢说哈。但咱们直播间，我无论是价格给你们砍到多低，价我品质给你们保障，我给你们做售后做到底哈。有任何出了任何问题，全都可以找我哈。人家的100多的是大豆含量5%-10%，对，3斤5斤的，我们的是8斤多，8斤多20%的含量。来，你今天你说个价格，老板娘说行不行？嗯，老板娘说350块钱2斤大豆杯。嗯，拿一条吧，拿一条。啊？350你只能给一条。打子母杯嘛？只能给一条5斤。子母杯你能不能行？嗯。只能给一条，只能给一条。这是多少？这是多少斤？这条5斤，5斤2两。哪条？这条3斤2两。啊，加起来8斤4两。8斤4两，5斤2两，3斤2两。他这个怎么说？几点？你300多可能只能买一条。350嘛。嗯，一条的价格买2条不行吗？今天？哎呀，怎么买呀？2条被只有2条被子的价格。大豆被是真的好。1条被只有1条被的价格。大豆被是这个价格真的。讲一下，老板。整个皮肤在喝豆浆，牛不牛？整个皮肤在喝豆浆啊！我觉得吧，这大豆背什么概念？适合年纪比较大一点的，还有小朋友。是的。来盖，为什么？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，这个东西真的一定得可以看一下，被子要换，要勤换，因为被子里边你如果不换，它很容易生螨虫呀，螨螨菌菌呀很多。而且洁白那些被子久了不保暖。今天来跟他说，这个，我买的都是。家人们哈，真的，因为我给你们看的都是高品质。你350真的只能买一条。我差的东西，我不给你们。你再说一遍。你批发市场，我们不可能有这么高品质。还不说了，老板，我说个价格哈，外面多少？9天了，我第一次。你给我老板哈，这是多少斤呢？5斤。5斤2两。5斤2两。3斤2两。3斤2两。加起来8斤4两。8斤4两。对，8斤4两。299，行不行？老板行不行？好吧，今天直接上车吧。两条，直接上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直接上啊，299。来，咱们直播间们，这个真的很难，这个真给你。两条，5斤的加3斤的，一共8斤多。两条。一共8斤多哈，可不可以？咱们直播间们，你们觉得行，自己去抢。它不是普通。有可能20秒钟就没了。李冠奇。我说话，我嗓子都说沙了哈，我嗓子都说痛了。大家自己去哈，我能够给大家争取。已经争取到位了，啊，大豆纤维的创始人啊，对，没有李冠奇就没有大豆，就是没有这个标的大豆杯全是假的。他的大豆纤维被誉为世界第八大纤维，而且并且获得21世纪世界知识组织产权的材质奖。真的，家里有老人小孩的，真的要去抢一下。盖了大豆杯以后，要比你们盖棉被啊什么被要来的舒服的多。没了，今天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。你们盖什么被子有比大豆杯还舒服？除了抢完了，可能就是大豆杯了。这是子母杯哈。你的皮肤在喝豆浆啊！3斤夏天盖对吧？5斤现在盖盖春秋盖，2条加在一起8斤多重。今天来你拿着，冬天盖。你拿着你拨油，冬天我喝水，我马上过来。冬天盖，来我们把那个被子弄起来，我来。这两条被子能够合在一起，8斤是不是？对，能够合在一起，8斤4两，然后可以分开来。这样子很多，1.5斤和3斤的，很多阿姨都没有抢到，可不可以再上50？50单，太多了，你少穿，真的少穿，你这样子，因为真的很多阿姨都没抢到。你要抢，你二舅舅只能买一条被子，你今天要拿两条啊？没有抢的阿姨们扣一，扣一的人比较多。尺寸2米乘2米，2米乘2米4的。再加一波，再加一波吧，再加一波。再加一波，再加一波。我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再加一波，再加一波。老板，这个倒了。这个怎么？有的阿姨她不知道怎么拍，我教大家怎么拍。给她教一下。这个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口袋，点开这个黄色的口袋之后，哎，怎么还没上呢？上了，第一个就是。然后这儿。
哦，又抢完了，又算抢完了。抢完了，我总是抢不到呀。又抢完了，又抢完了。又抢完了，又抢了，因为价格太便宜了。这大豆杯的话，它真的摸起来又好软呀。你要抢？对，好软呀。你看这个面料，这个面料，你看棉花被，你看这个面料，有还有提花的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棉花被盖五年十年，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沉？老板都说你没上，好。好上，好好好，说上也没上。这的话，它可以盖多久？至少五年以上。这样子真的很多人都没抢到，至少五年以上，很多人都需要。我这样跟你讲，普通的棉花被，你盖五年都没有抢到。你看阿姨们，你看都在刷屏，没有抢到，没上，根本就没上。说这样子，我们再上一波，行不行？被发现了。没上到阿姨们，我们再上五十。被发现了。来来来，上链接，上链接，来五四三二一。然后这个是五斤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这个是三斤多，对。三斤的话就十，加起来八斤多，八减四。就八斤多，299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怎么可能啊？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上了，大家刷新一下，谢谢上了，谢谢上了。上了，阿姨们上了上了。棉花被八斤多少钱？你想想。对。上了，阿姨们，现在已经上了啊。八斤棉花被右下角黄色的口袋，然后这儿有个。购买。对，然后第一个链接，然后填好地址之后，购买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首先你要问你啊，一条棉花被你盖五年会不会变得越来越重？是的。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沉？嗯。比普通的被子增重20%。嗯。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湿气，有灰尘，有小菌菌。啊。时间长了以后，我们会不会拿出来经常去晒棉花？啊。然后晒的时候会闻到一种烧焦的味道，太阳烧焦的味道，那是满满尸体的味道。那你盖了大豆杯以后，大豆杯有一个天然的 K 满的一个作用，而且大豆杯的蓬松性要比棉花杯蓬松性要强太多了。女孩子皮肤比较干燥的，用大豆杯真的非常好。对，因为它能够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17种氨基酸，它的品级跟蚕丝有个姐姐说买了两单，它品级跟蚕丝的品级差不多的，你买了大豆杯就像整个人在敷豆浆的感觉啊。八斤啊，收到货必须要是在喝豆浆肌肤，必须要是8.4斤，八点四斤。就这一床被子买了，还有相当于一年四季都能用了。对，一年四季，3斤加5斤。因为我们过来的话，说实话也有很多那种很一般、品质很差，然后那些杂物呢，我们都没有。想到你这边的话，也是好像很多明星也过来，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给阿姨们介绍这种品质比较好的一点的，比较忙，让大家收到之后，确实，这个东西口碑做的比较好，盖着也是比较舒服的。李冠奇大豆杯就跟老干妈的老干妈是一样的，就没有这个标的大豆杯都是假的。你说平时在外面买的100多那种大豆杯，成本下不来。13香，你知道什么品牌好吗？不知道。13香，不知道吧？叫王守义，你可能没听过。啊。王守义13香，李冠奇大豆杯，陶华碧老干妈，这都是标志性人物，明白吗？同样，大豆一样，要认准它。你们不要再买市面上那些假的大豆了。要买正宗的大豆，没有了是不是？今天你这个大豆的价格，我告诉你，被你打下来。假的大豆，对，是两条啊。假的大豆杯的价格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价格都做不到。5.2斤加3.2斤，一条子背，一条母背，起来就是母背。是8斤，阿姨们。老板娘跟他弄起来看一下，两条，两可可以扣可以扣一起，扣起来看一下，教一下姐姐们，拉链，拉链，他这个拉链都比别的子母扣的成本要高。你看这拉链，看，这里有拉链吗？有，是你。拉链头，头在哪里？头。拉链。对。头在哪里？这个真的好软呀。对，这个面料特别好。那这里有个拉链。对，这你看拉链头，就跟平时我们的衣服一样，一拉，对，就连上了。随便你吧。不是，要找到那个头。就找那个头。这。哎，不是，找一下。来，拉链头给大家那个连一下，对，被子你看，两条子母被怎么弄啊？教一下姐姐们，就跟平时拉链的衣服是一样的，把这个穿进去以后，对，然后这样拽着，然后这样拉上去，对，弄好，然后这样，对，对，这样你看，这一拉两条就，你看两条被子都叠在一起了，看一下。合在一起了，它还能当个好丝滑呀，它能当个小睡袋。就冬天直接两条被子拉在一起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可以分开。你看，进去一床被子两用，太划算了。春夏秋冬都可以。对，这个怎么洗呢？这个怎么洗？机洗、水洗、老公洗都行。老公洗也可以。对，手洗可以晒太阳，可以晒被子，可以晒，没问题。
喜善都可以。对，吉莲再过十年又是个女强人，都说。哎呀。来看一下，谢谢家人们的支持。我这一圈下来，就是说希望这个冬天大家都收到这些比较好一点的被子，大家的舒舒服服的，是的，休息看一下。来看一下，你看被子叠在一起是这样的，拿起来看一下，展开，起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哇哦，哎、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有刚才不是有刺绣的吗？有一块。就你，不是，我、哦、这那个贴那个什么的，嗯，还有这个，嗯，看到吗？全部带这个烫印，对，带烫印的。看一下，喏，500床没有了，500床没有了。大豆纤维，看吗？这才叫真正的好的大豆。是的。买李冠奇大豆被啊，不要买其他假的大豆被。嗯。你要想假的大豆被，这个价格都做不到。今天李冠奇两条被子、哦，2米乘2米3，2米乘2米3和2米2乘2米4，两条被子。太划算了。李冠奇一条被子4季可用。什么概念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什么概念？没了。了太完了。这个大豆被真的很软、啊、你们这个大豆被这个老板就带回家了啊、嗯、你发的货老板可不可发的货跟直播间展示的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嗯，一样放心吧。是不是也有7天免费试睡？有，就派回家睡7天，不喜欢能退，可以，就是我免费试，就是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，是吧？套这个床被套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被子他做了工艺，而且磨毛的，你看做了，可以，对，可以套被子，尽量就套4件套去用。你看这个行粉也可以直接去用。这个行粉啊，还全部做了这样的一个大豆的定点。哦，大豆的那个造型。360度全身定位锁棉，机洗水洗它也不会变形。然后整个里面添加的是李冠奇20%的大豆纤维。有运费险。能够释放17种我们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，有一个靠着补水的一个作用。嗯。被子的话，正常去盖就可以了。今天是两条被子。两条被子。3.2，1条5.2，加起来8.4斤。